这些是陈佑小时候的照片，这几张是嘉阳。那件衣服是我买的。啊，嘉阳说你们之前有见过面。他那天聊了很多，他说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支持他的人。他说你是一个连蝴蝶都怕的人，但是为了这个家，你会变成女强人。你一直都支持他。他还说，他讲的笑话不好笑，但是你是第一个都会笑的人。我觉得真的很好笑啊。谢谢你照顾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把他照顾好。他本来说，他希望以后开一场演唱会，就是他在西餐厅演唱的时候，我帮他录的。你爸说。你也很喜欢音乐哈。